走吧，咱回家吧。回家？哎，回家哪嘞？这两天没啥事儿，回家吧。在家看看，悠悠房，看看房。你咋又没钱？你再有，没法买呀。嗯，那没钱，没钱咱不会借点儿。借谁的呀？借看家的。问问呗，借不借？你都光问。咋了？我这儿净打脸。咋了？那你要会借给咱了吗？老天，那时候早照顾好一点。谁让你那时候弄了我瞧你揍你妈嘞？那不是把欺负看家的，不是揍。哎，揍人家那时候你管哪行？这会儿用着人家了。他大爹不是？你谈回咱，你借了钱，咱叫他俩生气。再问问呗，来家问问。问问我讲了也不相信。你咱这回去，你不会买点好吃的，请请他俩。买好吃的。哎。你说点事儿，是吧？哎呀。咱就不提借钱的事儿，咱就弄点好吃的，叫他请他吃好吃的嘞。先该找个好缓和缓和吧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你没法拿人家手段吃人家的嘴软，闲点吃。对，咱也不提借钱的事儿。你这高手啊！不是，你不能给人家一直拿横着，是不是？一直讲着是。对呀、啊。那回家吧。回家吧，你准备给人家买啥好吃的嘞？花点血本嘞，还得买啥？我找买啥我不找，给这方面我不懂啊。那搁二斤猪肉，平时我都不舍得买这些的。你买那点儿。啊？搁来啥？不找，走去瞧瞧吧。瞧瞧。啊。差不多搁五斤猪肉，走吧，再多。你这口秀牙锁指头的不是？咱不是穷啊，咱也不是大热闹人。看我买这个礼物好吧？哎呀，滚了！不是你买个这，别说借钱呢，我看都没心儿，还臭的臭的很，俺肚疼，饿坏屎那个味儿。滚了！不是我在带，我臭死了，不要钱我也不吃。